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路人一直拍照，问我很多很奇怪的问题，比如说这是骆驼吗？羊吗？这是驼吗？其实它是羊驼呀。在中国来的时候是到中国兰州隔离了45天，因为他时间久了，他会跟你一直亲啊亲啊，跟你蹭。他跟我家狗狗相处的也很好，一般我会带他俩一起出门，那我都会比较省心，就狗遛着他就好了。